漂亮的女生太多的关注了，所以你喜欢丑女啊？比如说，哎，对，小甜甜啊，我认为应该两位都会喜欢的、啊。哦，你也会讲场面话？你不是以直率、真心话为名的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认为两个 OK 不行吗？你觉得世界上有没有圣诞老人？哇！什么？觉得世界上有没有圣诞老人？都比较多，有，当然会有。当然可以相信有啊，有，那是一个梦嘛。你怎么会讲人话啊？你是，那你能跟我对话，那你是狗还是人？你现在跟我对话，你认为你是人还是狗？我是蝎。我问你一下，你有法国的粉丝吗？有，每家一代很多。你只是没办过签唱会吗？我们不需要签唱会就红哎。你还要有签唱会才会红。哎，我红了十几二十年呢，你呢？没有啦，赵哥他没有制服。对，你有制服吗？我有乳房。来来来，快点保护我！快点保护我！你走开，不然我会打你。伟忠哥才刚走，他对你摇头叹息，说赵哥变了。因为我就跟他讲说，伟忠哥最近那个赵哥上我们节目收视很好，他说这家伙脏了。你自己也觉得有违专业，对不对？如果喝醉了进棚。那你现在知道是啊，那不行吗？因为那天刚你们又不是我的制作人，又不是领你们薪水，你们搞要不要？你们不觉得他的外形很像那种过气的日本 AV 男星？少哥，你长得也很像。北加快五六。立马敲到，录完坐轮椅回家。我觉得 S 有激发出你一些。你以前没有发现，是你自己鼓励。我弄了，你现在就倒打我一枪。钱掉了，但是又走不动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